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美女，也是你们的小甜心哟。今天呢是2022年1月19日了，下午1点钟了。我今天出门晚了，在中环巴士站坐六路巴士去深水湾的路上。之前呢一直以为这条道路呢还在中环内的，现在才认真的发现呢，这里呢已经是金钟道进来的小道了。这里呢我经常过来的，去深水湾啊，去太平山顶啊等等，都要经过这条道路的。这条道呢虽然不太宽，但是从来不堵车的。除了等红绿灯外呢，车来车往，人来人往的，井然有序啊，不插队不超车。这一点呢香港人做得很好，素质不错。今天呢天气不错啊，温度又回暖啦，20度左右吧，出去游玩的人挺多。现在都下午1点钟了，看到路上有些人才买盒饭回来吃饭呢。路边呢到处停火车，这里的右手边呢正在修路，所以呢看上去会有点乱，来回呢都只剩一车道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堵车。快过年啦，街上人来人往的挺多的呀。